是男一高。你喜欢看自由式滑雪比赛吗？2006年都灵冬奥会，韩晓鹏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上夺冠，为中国冬奥雪上项目拿下了第一枚金牌，这也是中国男子项目的第一枚金牌。对滑雪者的人身安全起着重要保护作用，将雪板、雪靴及滑雪者身体相连接，滑雪者施于雪靴的所有动作都通过固定器直接作用到雪板上，当压力达到了预设定值时，就会松动运动员雪靴，确保人在重落时雪板和腿部相连，防止骨折和韧带拉伤。你还想了解有关自由式滑雪的哪些常识知识呢？快来留言告诉我们吧！也期待明天给大家带来冬奥百科的赵月。自由式滑雪从上世纪中叶开始，首先在美国发展起来，90年代陆续被列入冬奥项目，由双板完成，空中技巧、雪上技巧、 U 型场地技巧、坡面障碍技巧、障碍追逐和大跳台。北京冬奥会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进行，其余小项在张家口赛区，共产生13枚金牌。